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国之事》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鲜读书台头先就来布林仔。国光局也预告讲，这年假的头一天，高速公路顶头车的真多，代替也要提醒民众，对加票口入去了后，就爱挂嘴阿妈。杜西亚跑去南郑经过一年几乎的修道院，用掌声哀悼亡魂。巴黎埃菲尔铁塔也用黄光蓝光来表示支持乌克兰。对明仔载开始咧，即连续四天的二二八连假，高公局也预告讲，即连假的头一天，早起六点的时阵，西部高速公路车就真多。也来讲到基隆地区，即个高速公路五点就开始出现即车流量了。另外讲到对自月二日开始要放零室内会当边挂水安，只剩一寡特定场所就爱挂，包含着大众运输在内。代替也伫咧车站打广告，提醒民众，若你去即加票口了后，就拢爱挂水安嘛。先来看飞安放松了后，头一个连续假期，下晡台北车站已经出现提前休假的旅客，真侪旅客拢是专程逛西安。相提配合指挥中心规范，敢若限制旅客入去付费的所在，就是卖票十门了后爱逛西安。伫车厢内底除了食物件，嘛是爱专程逛西安。如果说他在非付费区是没有佩戴，那要进到付费区，如果没有佩戴的话，我们的一个检收的人员也会做一个提醒。听讲伫站口打广告提醒旅客，不过也是有人无挂。代替工会车站务人员来提醒，这个连续假期旅客真多，来来去去，请旅客一定要遵守这个防疫规则。二连假四天，高公交也有车。第二个假期头一天，南下车流真多，西部国道暂时六点开始车就多啊。国五是对五点开始，就往华东的车流。连假第一天以及第二天，国五南向的用户人呢，建议可以在凌晨五点以前或下午五点以后出发。高公交分析，即阵多好是回归。观光局统计，台南地区订房率超过七成，台中南投有六成外。估计假期前两天，西部各地南下车流真多，会加强来管制。对早起五点到十二点，封闭各一闭电系统、保险系统南向的入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交通月票补助方案，高雄是分出市区内边的版本399元，一个下县市版本999元。不过，调兵大吉提供，即高雄市区月票平台南屏东是加贵100元。一那台北市是希望即补助会当有延续性。目前除了八百基桃南高平的月票继续出来以外，即中彰投票，一个即其他县市一个伫咧研究。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讲，原则上这月票方案预算是执行到2025年，那准这效果未歹，就无限定三年。捷运轻便铁路渡轮正大众运输共七定案，通过月票399一个百，好比你代表自己介绍比邻近县市较贵。高雄市民足足比台南跟屏东贵了100元，所以我们定399的这样一个价钱，它已经达到3折了，三折。南高平月票采跨县市甲境内两种计数模式，城际中间统一计数999元，境内卖价是差100元，台南屏东299元，高雄399元。市府讲敢若看定价无客观，原本高雄月票1250元，对拍折来看，高雄大约拍3折，其他县市拍85折。愿意搭的人应该频率就蛮高的，所以399应该算合理啦。有时候火车会转那个公车或者是捷运之类的，对，所以会有差。平常都是在骑车，所以就比较没有感觉。交通月票方案除了台北、新北、高雄、桃园、台南、高雄、屏东继续确定以外，其他县市方案也建议推出，想要变试个实施。交通部长王国才讲，原则有算执行到2025年，那做得好，不排除延长。如果公共运输使用量提升，私人运具少的话，哈，对改善交通拥塞、减少车祸是很有帮助的哈。交通部统计，民众的公共运输加通信费用占个人支出12%，通勤月票会使减轻负担，也改善交通。台北市长邱万安建议补助要有延续性，莫干那局限补助3年，也希望在公路客运、代替加机器设备顶面专业补助。我们也希望说，在财务规划上面能够有永续，也就是说，现在目前规划是3年。台北市有统计，台北新北、高雄、桃园月票实施了后，买人数上最76万张，未来也规划现有1280元月票的退场机制，未损害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顶礼拜和立法院国民党团组改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是阁再去到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甲备询，立委甲焦点放伫咧民生议题。陈建仁讲，稳定不假，尤其是上届主要就是这假释的部分。另外，技能问题，农委会主委陈吉忠也向民众回释咧，强调会改善饲鸡的环境，强化技能的产能。要拿这电钱敢会起咧？陈建仁是唔敢挂保证，干那讲爱等候到三月新期委员。行政院长陈建仁日时到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甲备询，因为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起3.04%，今日立法院重点放伫民生议题。国发会主委姜明生讲，进前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会议有讨论稳定粮价、大宗物资减税措施是毋是延长，也佫例行性的物价变动监控。妥善的再加以监控。那现在物价上涨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呢，还是在食物类的这个部分呐。最近两个起价的部分地区欠能引起关心，农委会主委陈吉忠讲，目前欠发数量差不多50万到80万粒，会为国外调回，会赶紧在通路补齐，也过一摆回收的。因为最近这样的一个蛋的不足，然后让消费者多跑了几次，我当然会觉得说我没有做到让消费者可以及时买到这样的一个鸡蛋，我当然要来道歉。另外，外界关心电价可能会起，陈建仁讲，五万号电费维持在合理的计上。另外，电价是不是要调整，陈建仁无保证，只是讲要等三月审议委员会才会知影。一定会来兼顾到民生物价的这一个部分哈，那但是呢，这都需要经过审议委员会很详细的来推算，是，那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做这样的决定。经济部长王美辉是表示，俄乌战争和国际燃料成本大起，最近有小可回一点啊，会爱台电就燃料成本结构、国际情势、甲国内物价这因素做综合讨论。佮讲对去年用电大户有起价，民生用户佮即马拢无起，对民生的稳定较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近前伫咧马祖地区有发现到落下来中国气球，今日佫再传出有来路不明气球出现伫北部空域，幻想战机有飞去哪吒。根据着军事部记录，即空军战官中心的对话当中，就会当知影讲，即战机回报即粒气球有5公尺到12公尺遐宽，色水是金色，当咧天顶飞。啊，目前目视气球直径大概5到8公尺。呈秤锤状，银色。我们纵深长度大概10到12公尺。一研判是一条带状物，它感觉会飘动，没有办法，不是固定式的。这气球一个银色的带状物，然后下方的带状物是会飘动的。海雾不是一个固定式的，是一个飘动的带状物，对不对？对的。空军证实，下晡北部天顶有一粒气球正在飞，初步研判是气象研究用途，会继续监控到目标消失为止。另外，考虑到影响到飞行安全，也要通报民航管制单位。空军司令部强调，针对台海附近空域，都有随时的掌握状况。美国《华尔街日报》自3报道指出，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会增加在台湾驻军的人数，规模会是目前的4倍，也会加强对台湾军方的训练计划。针对到这个报道，北京时报直接回应，不过伊也强调会继续挺台湾。俄乌战争满一周年，国际更加关心台海局势。二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会大大增加在台驻军的人数，来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军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在台湾派100到200个军人，含一年前30个人来比是超过4倍。这当靠台五甲大厦一直无公开宣传的对台训练计划，提供国军需要的防御能力。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remains aligned against the current threat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sistent with our One China policy. That has not changed. 事实上我们跟美方有很多的交流，不限于这个单一方面的。这信息我要彻底了解才能做说明。台北国防单位都没有进一步来说明，不过学者认为说这消息应该是真准，而且计划真久了。增加驻台美军，不但会训练国军来操作美国的武器，也会在防范中国攻击的战术面来指导。
来就协助台湾的军队训练，还有战略就是设计的部分，所以它是比较像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报道嘛指出，我个大厦已经加倍拍拼，要和台湾采取尖锐战略，和台湾搁较袂遭受攻击。国务卿布林肯嘛表示讲，若台湾防侵犯，就会有毁灭性的影响。If there were a crisis in Taiwan as a result of China's aggression in some fashion, that would have, I think,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world economy and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s the message, too, that Beijing is hearing increasingly.布林肯指出，全世界这么关心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不是中国讲的内政，确确实实是全球性的议题。现在让各国团结起来的原因之一，不仅只是为了支援乌克兰，也是已经想到中国有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屏东营庄病院园区内面的历史建筑正气楼，七五半暝啊，予人放火。警警联合对照之下，嫌犯伫顶头抓到啊。这屏东县文资所也表示讲，那准确定是有人故意放火，会当依照文资法相关罚到200万。也来讲到去用放火烧的正气楼，会依照本地面貌进行修复。嫌犯押去警车，准备去地检署。屏东人民总病院横区原大埔辖区七五透早被人放火，横区被列为历史建筑的历史馆正气楼，规栋厝小区厝顶拢被烧了了。经过检警联合追查，嫌犯第二次抓到，犯罪嫌疑重大，逃亡目前搁在犯的可能性高，依三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调阅监视器以及勾稽相关的这个物证之后，掌握徐姓男子设有重嫌，那并于22号的下午在彰化市将该徐姓男子拘提到案。那检察官昨日复讯之后，认为徐姓男子设有纵火罪嫌的犯罪嫌疑重大。发生火灾，原大埔野区前身是1937年变成日本陆军高射炮第8连，战后由国军接收做散兵训练基地。2011年3月做图书馆的正气楼，因为有特色，甲野区内底其他12栋列为历史建筑，是未到煞伫个初五火化烧掉。文资所表示，若确定是人为放火，应照文资法相关罚200万。目前的规划是原样的方式仿做回来。建筑师那边已经在做变更设计跟画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请相关的文资员给予审查，哪些的工法可以被改变，那我们后续也会尊重文资委员的一个建议。有文书工作者建议应保存部分火烧的痕迹，文书所已经在讨论。横区包含正气楼在内有6栋历史建筑，火灾进程已经展开修复计划。文书所强调，今日正气楼修复内容会调整，不过时间无变，相信明年底完成。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有风声说有企业开一年360万的薪水要找消防人才，台积电也正式说要招募消防背景的人才来负责环境安全、灾害防治和紧急应变等等的工作。目前北部和中部已经有消防人员换头路了。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批评说，政府一直不重视消防改革诉求，这民间企业如果再挖人去，本地已经欠人的消防业务会越来越差。即接到火灾通报，随即拍来快速出群。这是台中市消防员工作平常时的情形。不过，即阵传出台积电因为各地抢火的需求，提出一年360万块的薪水，要来挖消防的专业人才。北部消防单位已经有一挂人离职。台中市近年来已经有至少4名消防分队长、队员跳到台积电这民营单位去工作。经本局统计，近年离职率并无明显增加趋势，对于本市消防业务并未造成影响。为留住优秀人才，本局积极配合中央政策，优化消防人员勤修制度及各项加急规定。台积电的科经营手2021年3月爆发性火灾，当时有一个人遭到伤送病院。台积电证实，为了配合营运的需求，确实有招募消防背景的人才，在各厂区来支援环境安全、灾害防治和紧急应变这任务。严格具体薪水不管你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是表示，基层的消防员薪水若无竞争力，工时长、困无真重，政府一再无重视消防改革，我都来阻挡企业挖人，人一旦可以走去，到时无够人，消防救灾人员将是一大问题。如果这样的情况一再的发生，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民众的公共安全也会有疑虑？那所以我们是希望，政府机关可以尽速的针对
增补人力哦，以及合理补偿、合理工时的部分来尽速做一个制度上的调整。如果以稳定，然后薪水又高，我何尝不去试试看？我觉得这应该是政府要去重视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消防员他想要跳槽去台积电，而不要留下来在那个消防局或是消防的他们国家的消防体系里面去工作？伊就认为政府应该好好来思考国家消防体系为安怎无多家人才留掉咧。不过有消防员私底下讲，跳到民间企业较稳定的铁饭碗比较，是不是发到顺利过风车？还过退休金以及转变成做责任制，拢是新的考验，也伫观摩的人也不哩多。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今仔日是二月二四，都好是罗西亚帕乌克兰满一年的日子。这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独立广场顶头的圣米勒加金顶修道院，在二四半暝啊十二点的时阵，靠这个钟声十二响，哀悼为国牺牲的官兵一个民众。在首都院外口也看过了大火，乌克兰军队毁掉的罗西亚战车，这金钟声十二响结束了后，钟声也随演奏着乌克兰的国歌。在战争满一年的这天，特别有团结精神的意思。这个基辅的街路也吊着黄色跟蓝色的灯火，这不仅代表国家，也代表顶顶下下无要退让决心。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今已经满一年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也替一挂为国牺牲的乌克兰官兵举办哀悼仪式。有专家认为讲，这个春天是战争敢会变更较大、更较严重的关键时间，而且中国行动也关系到战争的变化。不过，战争呢，联合国大会有表决要求罗西亚就要撤军的决议，中国是搁再放弃投票，也让这战争的变数真歹预测。演奏乌克兰国歌，为圣米加勒金顶修道院传来静声，破破半暝宁静。暗过这一暗，乌克兰所部人心情是平静的。俄乌战争一周年，西部大城利维夫用庄严的仪式哀悼牺牲的军人，民众面对无停战现象的未来，心内是真不安。Ну, насправді рік тому було набагато мені страшніше. Я не знала ще тоді, що нас чекає насправді. Було, ну, не по собі зараз. Він так от дайхой ці саші 141 票贊成，阿都成通過一項草案，佢要求俄羅斯馬上撤軍。大部分國家認定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不過11萬有6個國家對俄國投反對票。包含中国甲印度在内32个是直接弃权，这是中国第四摆回避相关的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啊，不过战争无法度突破，专家分析，战事是不是升级的关键时间点，就伫这春天，中国所来起的动作会影响大局。Russia is putting in a lot of men that it has recently mobilized.Ukraine is waiting and reliant on supplies from the West,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ies in Europe. It's possible that China looks at the broader picture of it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West and considers the potential for sanctions or other kinds of punitive actions from the West were it to send lethal aid to Russia.战争会阁拍一年，讲法袂少。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阁大动作宣布要提升核武能力，到底俄乌战争什么时阵会停战，依然无法度预测。公司新闻杨冠平报。当年的二月二三是罗西亚纪念1918年内战期间，红军为着要引导沙皇甲白军对抗大规模动员的日子，罗西亚伫浙江拢会举办纪念活动，而且这二三拄好是罗西亚拍乌克兰满一年的前一天，所以对西欧到美国、澳洲，拢各国的民众含海外乌克兰人是为抗议，包含巴黎埃菲尔铁塔顶地标也拍出蓝色、黄色灯光，用乌克兰国旗的色彩。代表城湾乌克兰。法国巴黎有名的景点埃菲尔铁塔，拍出代表乌克兰国旗的蓝色。同一时间，在比利时的波罗塞尼，奥兵总部大楼也以相款的方式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还有一般民众，以及入住各国的乌克兰难民和移民，是以激光也是提着乌克兰国旗游行，来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
It's a difficult day for all of us, for all Ukrainian people, and definitely I want to feel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and I want to show that we are here and we are not silent. 台生由另外一边的美国小兵将集合在俄罗斯驻纽约领事馆头前，摕着乌克兰国旗向俄方来叫阵。二月二三，除了是俄军出兵一周年庆祝，也是俄罗斯重要的祖国保卫节日。这节日的由来是纪念十月革命推翻双方了后的内战的期间，支持列宁的红军在1918年二月发起大规模的动员。一开始，这节日被称作红军日。1949年改称作做苏联军人节。2000年由普京下令改做祖国保卫节日。澳洲时间二三暗时，也就是西澳各国拍出那黄色的灯光的同时，包含塞万堡甲莫斯科这城市拢放烟火来表示庆祝。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伫暗会，除了表扬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有功的人员，也伫致辞中批评欧美国家想要来破坏东西方局势平衡。используя Украину,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стремится расчленить Россию, лишить е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Эти попытки обречены на провал. 另外，其他前苏联成员国也相关的节日，不过有的一个，有的三个，名称也不同款。另外，乌克兰就亲像好定五月七号胜利的相款，因为祖国不为家离跟乌克兰无关系。历史前总统普罗申科在2014年下令，以当建国的圣彼得马里亚主保日的10月14日，加做乌克兰不为家日。恭喜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英国的超市，因最近菜色果子是大欠货，即卡马多介绍大起一公斤要到台票300元。主要原因是南澳和北非最近天气不公介好，影响到进口，连锁超市也限制民众会当买量。主管机关认为即款的情形可能要延续一个月，因也鼓励民众会当加食红菜头即款调时的菜色。卡马多是英国人食沙拉必备的食材，过去超市内底一年四季拢伫卖。不过即阵就算一公斤爱340多块台票，有钱也买袂着。其他包含几啊年、米生菜、青菜花，也阁有青番姜，遮拢欠费。主要原因是西班牙甲摩洛哥这国家最近真寒，也阁有落大水雨、出大水，造成产量减少。福建运输的渡轮也取消。我国这所在进口青菜水果的英国超市，拢推出限买令，每一个品项只会使买两三个，不过菜价顶面拢无菜呀，让消费者实在是真无奈。Team veg, we have to make do with them for now until it comes back, hey. 英国青菜水果欠费，另外一个原因是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爆发了后，能源价格定价大起，当地甲荷兰冬天温室栽培青菜水果产量也大大减少。This year it's been made even worse because of the gas price and many growers not planting. Normally by now we've already got English cucumbers in production, but there isn't many English cucumbers in production, if any at all, at the moment. 面对青菜水果无回礼拜，英国政府只有鼓励民众卖食塔马多，改食冬季的菜头。But it'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herish the specialisms that we have in this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would be eating turnips right now rather than thinking necessarily about aspects of lettuce and tomatoes and similar. 当局估计青菜水果大欠货情形可能持续一个月，即阵价跌到业者来协商，是不是可能对其他所在来进口？有一挂人是认为英国脱离欧盟造成欠工人，也是近来青菜水果产量不足的原因之一。公视新闻三回面编译。国民法官法今年施行了后，台湾头一件国民法官参与审判案件，也就是台中姓吴业务员的杀人案，今早起台中地方法院召开第一届准备庭，检方、辩方拢出席。法界人士认为，除了关心这个案件审理背景的发展以外，也会当关注被害人相关的诉讼权益。在法庭法官的位顶面，除了审判长、两个陪审法官以外，还有六个国民法官的席次。台中地检署年初是起诉姓吴的业务员杀人的案件，成为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件让国民法官参加审判的案件。二是再去开国民法庭的准备庭。参考其他民众的一些想法也是不错的，因为有时候可能过于。法官可能过于主观或怎么样，也会忽略到其他的一些判断。
这个案件是22岁姓黄的查甫人，伫去年10月20日，含同款是做业务的姓施的查甫人发生冲突，提刀甲对方抬，因为复合所犯上轻本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条件，才做国民参加审判的案件。台中地方法院是刑事庭的庭长董中兴做受辩法官含审判长，台中地检署是派公诉检察官4人出庭，被告是3个律师辩护。那目前进行的程序就到了准备程序，那目前还有第二次，也就是刚才讲的3月3日下午3点会再续准备程序。那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行后续的国民法官的选任程序。审判长当庭通知3月初3开第二摆的准备庭。法界人士认为讲，昨日来除了案件审判，阁会当关心被害人含律师，敢会当伫诉讼的权益顶端得到保障。其实在被害人被害者权在整个诉讼法上或者国民法官法的地位跟权利相对的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足及弱势，可以多多关注在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律师这一端他本身的权利以及资讯的获知权还有他的诉讼参与权。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说，后面会对10万的备选国民法官的名单里面抽出一个数量的候选国民法官，才通知因到庭，所以来选出6个国民法官和1到4个备位法官，落尾和3个职业法官组成9个人的合议庭，但是基庭也是要等审判长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转型正义，不过被批评只有被害者，所以无加害者。民进党立委黄昏今仔日含支持白秀兰家属提出两大诉求，要求针对选罢法加政治档案条例提出修法。黄昏办公透过选举公布来了解维权统治时期一个侵害人权的记录。闽南地南用的查某囝陈定梅表示，完整公开政治档案，才当让大家了解真相。选举公报应纳威权时期侵害人权记录。多想法找出威权打手，敢若真相才会当和解。政府最近几冬是推动转型正义，真侪受害者甲担拢无看到任何一个加害者现身。民进党立委黄昏和228受难者的家属，和地南洋的查某囝地德梅这的人，伫228进前公开提出两个诉求，针对选罢法和政治档案条例要提出修法。我们应该要有知的权利。光光只是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目前还是有困难。我父亲郑南榕狱中日记的一句话，他说：“和解不是放下武器，而是放下敌意。”最悲哀的是，一个228受害者的家属。竟然不晓得什么是228。黄昏表示讲，用选举公报来逼出维权政治的时阵，侵害人权的记录，目的不是要堆杀，而是清算，是要达成和解，才让选民去做判断。针对档案局是找到77000件的政治档案，所有72000件90%的档案，资料是拢被暗藏。現在的政治檔案條例，政治單位可以透過國家機密保護法和國家情報工作法來限制檔案公開，甚至是永遠來保密，引起民團批評說，政治單位過去是維權體制最大的加害者，現在又變成掉政治檔案最大的阻礙。會遮蔽的部分，就是威權時期的政府官員、公務員、縣民、檢舉人和證人的本名、化名和職稱。简单的说，这些资讯就是所谓的情报来源。受难者家属和民团拢认为讲，政治档案条例的修法一定要行，让加害者、让大家知。前七专会主委杨翠表示讲，条约应该较紧修法，强化法官依据，才会当让真相让大家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28进前，有监察委员提出。发生伫咧1969年2月28日林家血案件报告，指出以警政为主的政治系统介入司法侦查，带方向运用黑道等各项重大威胁。另外也提出5项应该要继续对查的事项，而且纠正行政院也函请着国安会监督国安局检讨解释。
43年前发生在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厝内三四一栋上林体血案，到今嘛无进展。109年初中会照国安局改笔档案，发现政治机关误导侦办方向。阮被告消灭录音带等关键证据，检察院阁启动调查，只是提出结案报告，指出警方会做政治系统介入司法侦办误导方向，组织侦办操弄媒体包庇嫌犯，运用误导等六项重大威胁。9岁的小孩竟然一直要逼问他，你怎么样去描述这个杀你的人？所以那些内容其实都是在误导。那每一个发现呢，都是从这个残缺不全的档案里头蛛丝马迹的找出那些线索。他们也提出五项应该继续追查事项，包含照该笔档案警方已经保留迄一间监听录音带，关键录音带是毋是也搁伫咧？三人只是被报上关键的凶险声音，案发了后命案现场有12条科学指纹，目前依然有一个指纹无比对出来，应该用现代科技继续追查。甘伟也想要甲迄时阵同乡生存的林鸿云，也搁林奇雄联络求证。暗哥因故在讲当年的往事。林雄先生有传回来一个信息，他说：“你们说问我的话，已经问了不晓得多少多少遍，你们只要告诉我凶手是谁，这是我们做不到。”康委认为，行政应该彻查相关档案文件下落，那查无档案，应该追究相关人员管理不周、加提高监管不懈责任，也对林体血案国家暴力行为。通过纠正，行政院阁函请国安会督导国安局检讨改善。行政讲，等收到纠正的调查报告了，会请相关单位检处。监会讲，希望这一摆调查会用行出恢复历史真相，甲促进社会和解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开始呢，发现讲这108年到达，但年听不见的登记数量拢在10万只左右。不过登记鸟的数量却是但年成长，去年就来到132000只。北部饲鸟的人较侪，有兽医分析讲，可能是饲狗需要空间，大都市根本无多。也若饲鸟颠倒是较简单。而且这统计食品业这几年店家的数量成长也超过400多。这么高水的眼神和碰晒晒的毛，这个毛又是杀掉真侪人，拢想要做伊的主人。财政部统计处指出，讲最近几冬饲猫仔的人是大大增加，会当看出习惯的改变。猫咪现在是比较多人在养，然后连那种就是年龄族群越来越可能50-60岁的，可能陪伴也蛮多的。看财政部上新的统计资料，对110年到去年，当年饲狗仔的登记数拢伫10万只左右，但是饲猫仔的是当年一直成长，对110年的115000只，到去年已经有132000只。另外，各县市饲猫仔的家人对39.7%是增加到63.8%，台北市嘛对4.5%成长到60%。门诊的话，其实猫的成长速度是非常的快，好，那狗的话。尤其是大型狗在台北市的话是消退的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住公寓，可能你会大狗要吵到人，而且大狗需要有那个比较大的空间活动。不能说狗主人花的比较少，真的是猫的主人比较愿意花钱在猫身上。常常开玩笑说，就是哎，我们狗狗叫狗主人嘛，可是猫都是猫奴啊。饲狗啊、猫啊的人愈来愈多，嘛代表相关的商机来啊。统计宠物食品业者对107年的842间，到去年已经有3286间，成长超过4倍。卖厝专家讲，饲狗和饲猫的人选的厝嘛，拢会无同。养狗的族群会希望房子可能有中庭，那或者是外面有小公园，可以方便他遛狗。那如果说是养猫的族群的话，因为猫不大需要这样子的活动，可是他会希望就是相对比较通风的环境，因为毕竟猫多数是在室内活动，而且猫砂的味道也会比较重。狗仔和猫仔习惯不同，嘛大大影响主人想要饲对一种。对饲狗仔改做饲猫仔嘛，开始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到达台湾连续3年，这出生率拢比死亡率搁较低。有一挂人无想要结婚生囝，不过也有一挂人想要爱囡仔，算是真困难。明仔暗时7:30，青春咱的帮特别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国内使用囡仔会碰到什么款的问题。古锥活泼的囡仔咧，佚佗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不过，你敢知影，台湾是目前全世界生育率上低国家之一。有人无想要生，有的人却是无生无，
根据卫福部统计，以2021年来讲，台湾有218囡仔被收养，121自国内，97出养到国外去。若是安尼，透过收养来圆满家庭，敢是一个好选择。我哋行这个家庭讨论，讲你的收养的动机是毋是足明确的？卖甲家庭讲，哎，其实咱这个流程要行差不多要两年的时间，是毋是我都配合？啊嘛，爱互相信任。什么家庭才上适合囡仔？这个问题对同志来讲，敢会当找到答案？依照民法含收出用相关法令，同性配偶无收养资格，因若是想要收养囡仔，爱先用独身的身份申请，才会当进行两个人的收养评估。含异性夫妻比较起来，这条路是更加坎坷。不会因为我们第一个小孩有共同亲权的，所以就第二个小孩就可以有任何豁免或什么，然后我们还是要打两次诉讼。对啊，嘛是赶快。怕关心，嘛是爱怕冷回。这几年来，收养人的平均年龄有愈来愈大的趋势。考虑到体力和未来的规划，年龄较大的囡仔，等到是另外一个选择。不过，也会面临到较无同的挑战和问题。孩子他会带着本身的一些气质，所以大小孩要被出养的时候，其实真的带了他更多他自己的一些议题。所以坦白说，收养家庭要承接这样的大小孩不容易。现在已经不是像过去可以私底下收养，自2012年开始，若想要收养无血缘的囡仔，就要透过机构办理，社工和法院共同把关，以儿童为本的角度帮助这些囡仔。虽然无法到伫原生家庭成长，至少予因有一个平安幸福大汉的机会。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有过来新疆团体今日呼吁政府应该完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除了把个人助理的服务时数延长以外，而且也爱把社区照顾等等拢列入考虑。在个人助理的帮助之下，得到当多金马洗白前的指纹，才会当把身体小可动一下，或者安尼身体会当小可爽快。但是因为政府提供的个人助理服务时数不够，就算有专人补助，暗时嘛是家己一个人吃无方便。平均一天，我最基本的最基本的需求，我大概是需要10个小时，因为10个小时包含了吃喝拉撒睡嘛，对不对？然后我加上睡觉，尤其是睡觉，因为我晚上睡觉我没有办法自己翻身。其实有时候你也看得很不舍。对啊，会啊，就是他的时间就不够，没办法。像这重度心障者是真需要别人的帮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目前当在审理一件第一件心障者个人助理失守的行政诉讼，希望透过司法为家己来争取权益，希望更加侪声援。许多的县市的承办单位会限制外出的时候才能够申请个人助理服务，没有人协助的状况下，身心障碍者要如何自己从床上起来，按照自己的想法跟意愿打理好一切。是希望来保障新权法，让心障者都会当自立生活。心障团体是呼吁除了增加个人助理的服务时数，各县市个人助理的时数也是内容嘛要统一，嘛要去考虑到社区照顾这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中和有一个2岁的查甫囡仔恩恩，不幸感染到武汉肺炎来病逝。家属也积极讲，这新北市政府错过这黄金的救援时间，包含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内四名新北市的官员，拢去被告发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新北地检署今日侦查终结，认定这四个人罪嫌不足，拢甲因免起诉处分。恩恩的老爸是认为，讲这新北市政府规定确诊者，就要卫生单位同意才会当派救护车。第四，这救护车是经过81分才来到现场，送医的过程要去慢着。而且，这个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过失致罪嫌这个罪嫌不足。今仔日，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卫生局长陈润秋，还有消防局长黄德清、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李武雄免起诉。不管如何，
咱来看台东的金峰乡，这个所在是全国唯一无超商的砖头。之前是有人开过一间自助超商，不过后尾也是收起来了。也有民众认为讲，这地方只要有传统的干妈店就够用。不过也是有民众认为讲，那阵有超商，一定较利便。公所表示讲，那阵大家有共识，会赶紧来促成，或者地方有干妈店也有便利超商。十四年前，台东县金峰乡拄到八八洪灾，全国拢正关心。迄时阵，金峰乡是全国无超商的乡镇。两年外之前，总算有超商说无人自助式超商，结果伫旧年一月关门，阁成做全国唯一无超商的乡镇。最近个人咧讨论是毋是按超商来进驻，暗过传统十块店正规，小店远的十块店比超商靠真正比，暗过要人正规超商应交钱，应解决偏向交通问题。杂货店是一个有温度的，在部落来讲是一个有温度的地方，可以赊账，甚至可以拿借钱。我觉得缴费这种东西啊，如果一定要下去太麻里缴，就是这个路程啊，对于很多老人家跟其实很多没有机车、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来说，这是很不方便的事情。金峰乡公所表示，当初会有无人超商，是因为乡公所提供无利用的空间出租。去年租约到期，业者有意愿要设实体超商，按过乡民意见不同。乡公所认为，但时机若好，业者也甲在地居民沟通，真紧到超商进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大家能够共赢，利用乡亲去便利又多元，的这些服务。金峰乡也无要求民众要驾车，按照到附近太麻里乡也无火车头，买车票也真麻烦。乡民讲，大家拢就是金峰乡甲其他附近的乡镇真近，暗过其实爱便利需求心理距离也是真远。记者综合报道。这玻璃瓶是会当资源回收的，不过有涉水的玻璃瓶，因为要加工过较好处理，所以回收的价效是较歹，愿意收的厂商也较少。在嘉义水上乡公所的资源回收场，过年收到回来这地色玻璃瓶，因为厂商也无时间来处理，现在已经堆瓶堆瓶亲像山同款。乡公所现在是头壳冒冷烧，也希望这环保的主管机关会当来斗相共。资源回收场内底三种无共色水的玻璃瓶仔，为过年到今也未处理掉。嘉义县水上乡公所已经甲厂商来协调，希望赶紧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三种颜色的玻璃一个月大概是20,000公斤的量。那厂商大概一个月会来收一次。那现在目前茶玻、白玻、绿玻都造成这个。回收上游厂商有一些问题造成现在累积那么多。清洁队讲，目前白色的瓶仔回收价是1.3元，青色的甲茶色各人1角，而且因为色水就要先甲处理掉才会当使用，所以玻璃瓶仔回收这站其实已经无啥人愿意做。咱即马做好环保，结果找不到任何的去处，然后造成地方的一个困扰，也造成就是公部门的一个困扰，所以是希望说相关单位可以来重视这个议题。我讲啊，经济部唔是嘛，是做东西这个循环经济，那是不是可以跨部会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就是阮收嘛无够工钱啊，啊无够工钱，你要叫阮要卖啥？啊卖无咯，卖无够工钱，所以阮就无回收安尼较紧啊。嘉义县环保局表示，除了协助公所来甲厂商协调，也向县内各乡镇市公所的清洁队了解目前玻璃瓶仔回收的状况，研究解决的办法，也向环保署来汇报反映。记者林伟廷嘉义报道。台湾文学馆在2021年时阵有出版《文学100点》，小改100个台湾文化协会对日本时代开始活动的脚迹受到正人欢迎。即届台文馆进一步推出网站，按算伫3-4月啊，要伫咧全台湾规划行台活动，和民众实际来到即挂文学的据点，了解台湾的文化发展。台北龙山寺唔那是出名的圣宫中心，在日本时代嘛是文化协会做启蒙教育的公共空间。另外，像即卖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进前是台北警察署，即个地点拢有过去文学丁书的卡底。国立台湾文学馆伫前年就捌出一本《文学100点》的册来销改。那所以我们也是就是积极的推展到中小学，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扎根中小学的这个历史啊，还有对文学的这个理解。
戴文冠表示，文化协会会使讲是台湾人意识的起点。为了推广这本专册，即届进一步设置网站，和平将通知线顶透过更加侪读文资料，了解文学典书。伫这一摆的所在，捌做过，也是捌拄过什么代志？网站嘛，照管区整理路线，三至四月份拢有安排行台活动，带民众做伙探讨台湾的过去。这些事情只有走入人的生活里面。就只有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时候，我们也都记得谁曾经在这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努力了什么，今天才有台湾。另外，网站也根据台湾本土文学的主题，收集各类作家描绘地景，建造文化地景网。台文馆讲，让民众透过这块土地历史文化连接，深入认识生活的地址。记者台文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因为战争，有真侪乌克兰人离开因的故乡去逃难。在美国纽约市，就超过20,000个乌克兰难民。纽约就有就业机构替因找头路，和因伫咧他乡挂历进行新的生活。要走去荷兰的乌克兰巴黎布加，最近去到美国演出，也希望讲会当让大家了解到乌克兰的文化。表演结束，拿乌克兰的国旗接受全场观众的拍掌欢呼。因是乌克兰联合芭蕾舞团，这个月初夜在华盛顿的加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完成美国第一场秀表演《吉赛尔》。这群芭蕾舞者在俄战争开始了，逃离家园，成为难民。经过前荷兰国家芭蕾舞团的团长替因走走，给因接去荷兰的海牙，一个募款设计金照顾因的生活，让因会当继续练舞，维持正常的演出。So I think when we sing the Ukrainian anthem on the stage after the performance, it's so much strong because we are all Ukrainian dancers together doing one thing. We are fighting for our freedom through the art.Oh, I think that's good thing we are doing. We are all united by the idea that they represent the country, they represent the culture of this country. And they're not military people, they're art people, they're dancers. And they fight in their field.同样为了生活跟理想在奋斗的，也有这些来参加就业博览会的人。这是专工会乌克兰难民办的救济活动，因为真侪乌克兰人被迫离开战破的家园，渡海来到美国的纽约生活。I'm from Mariupol, and as far probably as you know, our city is actually almost not exist anymore. It's totally destroyed, and I have to look for a new place where to live to settle my life from the beginning once again.来自金融、医疗保健、公共服务和制造业，总共70多间的厂商，为这群因为战争离开家园的乌克兰人提供就业的机会，也让因伫咧这片上等自由的土地，点到未来的希望。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隆到新竹对12度到14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0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0度。平湖今日马祖对8度到17度，一个未来三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